难挨宰呀！烦恼这项物件，好亲像尘沙，迄、那个真正的美色啊，会刷尘啊！你看咱一间房间，窗仔门啊，拢家关关的，咱那是啊，一两天无开啦。两天后，一天后，你门甲伊拍开，桌顶甲看看咧，同款啦，有土沙粉呢，还是爱搁再吃。土沙粉对多一摆，窗啊门啊拢有关的呀，到底是对多的吧？不空不入，因为呢，顶。就是真美色，所以啊，只要一点啊风，那在咱的周围啊，普遍的都有微尘，风小花吹的都会落在咱的桌顶的，一切用空，都是真容易染尘。同款的意思，咱的心地烦恼啊，心地是容易染烦恼，同款啊。所以咱知影，烦恼这么真多啊，百万数千啊，甚至呢是无量无数的尘沙烦恼。用这个拖沙粉啊，用沙来比如是烦恼，遐尼多，难终日归纳起来不出三。一只烦恼，二只事业烦恼，是敢那伫内心伫咧做作，业都是已经咧现行去做啦。再来就是果报，做了后啊。结果，这呢，就是啊，咱人生啊，生生世世不断的六道中啊，安尼呢，无法度通好自拔起来。既然无法度好自救，那咱都爱念佛、菩萨、圣人来给咱教导。所以，佛陀所讲的法。就是亲像呢，清净的甘露不醉。咱若会当去甲伊接受，那这片的心地啦，这土沙粉都袂过夜夜飞咯。这呢，就是敢若爱知影一个方法，所以佛陀教导咱的方法，用真侪种，偌侪烦恼。伊呢，都爱适应众生，偌尼正多的烦恼啦。但是啊，这个烦恼，咱若是无好好用心用法来给伊降服啦，其实处三种法啦，令众生道，给予人天圣妙好事啊。咱爱知影初三种法，就是上面所讲过去，烦恼啊、业啊，所以讲起来呢，各法会当种人天道。咱若是啊，作恶啦，即个烦恼起啦，先去作业，那所来的果报，真正叮叮塌塌。这个果报呢，有善有恶，也那是恶的法啦。咱已经去做着恶法啦，安尼呢，也给咱障碍。障碍什么呢？人天道，佛陀给咱教，咱若要保持人心啦，内心搁在做人，敢那有一项，连修五戒。
你哪会当修五戒啦？五戒，大家人应该知嘛？不杀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呢叫做五戒。啊，你若杀盗淫妄啦，五行拢做呢，那这叫做恶。那咱那会当通保修改修改修改好，不犯杀，不犯偷盗，不犯邪淫，不犯恶口妄语等等，不犯饮酒，这那拢无犯呐，安尼呢叫做善犯，安尼会当通好。过得好难，来生呢还是会当通生在人道，生人道足好诶吼、哦！因为呢，在人间呐、啊，才有佛法好听嘛。因为人间的众生啊，多烦恼；人间的众生呢，苦乐参半，有歹。好，互咱看；有好诶，好互咱学。所以呢，咱做人啊，会当看真侪人间事；咱做人呢，会当通听到真侪人间话。所以咱若要成佛啦，一定爱伫人间。所以要伫人间，爱。不食人心，不食人心呢？难道爱修我戒？是啊，感觉啊人生苦啊，真多呢不如意的代志啊，十有八九啊，啊升天堂较好啦。那安尼呢，你都爱行十善，十善啊，就是讲心不但不杀，多淫。不但不杀，阿个都爱去奉献，咱敢会记哩？地府教中啊，嘛有安尼个故事啊。一位国王啊，看到一挂路啊，伊呢感觉讲，人去拍路，路肉摕转来食呢，是遮尼好食，用各种的这个厨房的手艺啊，会当作各形各种的味，伊真爱食，所以呢，啊叫人逐天出去拍啦。其中的鹿王啊，感觉到每一间国王派到遮济人来伫咧拍啦，规个山林中啊，会遭受鹿类啊。大家都是真惊慌，所以后来鹿王向国王啊来做一场的沟通啊，大家轮流啦，派一只鹿啊去啊赴国王的厨房，安尼经过了一段时间，虽然每天爱牺牲一只的鹿啊。不过，总是啊，迄个所在会较平静。虽然迄只鹿啊要去赴死呢，嘛是足痛苦啊。不过呢，会当换来迄个环境啊，会处事平静。所以，就是安尼，逐天安尼过啦。
有一天啊，这只老母呢已经是怀孕啦，拄好是轮到伊的身，伊来向老公啊要求，我毋是惊死，我只是要保我腹肚底鹿囝的命，我若会当予我把鹿仔囝生落来了后，我甘愿啊，甘愿去赴死啦。鹿王听到嘛是亲切，应该都爱予因鹿囝生落来。到底什么人会当去呢？多一只鹿仔愿意呢，提早一天保卫起来，无人管理，生命会当加一天啊，就是加一天的生命。所以无有一只鹿啊，愿意肯提早一天。后来就是一只鹿王，既然大家人无人愿意呢，我家己去了。所以鹿王啊，亲自呢去到迄个赌房去，赌师看到这只鹿王，甲平常的鹿啊无共，规个规只的毛啊，就是安尼七彩五光的发光，鹿的身躯呢有迄个彩色，七彩九色吼，真大。真水的一只鹿啊，所以赌房的赌师啊，唔敢呐，所以赶紧向国王讲，今仔日来一只鹿，甲平常无同。那国王听到啊，鹿都是鹿啊，哪有个啥物无同啊？去看，原来是鹿王，就问讲，是不是鹿啊拢无啊呢？鹿王讲，唔是。是因为呢，鹿苗已经呢怀孕啦，要搁有八只鹿啊，鹿王就讲，加一天的性命，什么人无要贪爱加一天的性命呢？所以，我愿意来代替这只鹿哦。哇，这国王听着感动啦。你这只鹿王，还佫有遐尼只大群的鹿队啊！你会当用强制派一只来？为甚物你愿意家己下命呢？那鹿王就讲：任何一条性命，都希望会当增加生活的日子，绝对无有。无有一条性命愿意提早夭折，生死啊是非常挣扎的代志，非常痛苦的代志。亲像这种的代志，我若唔来，实在是无人愿意将心比心，所以我来啦。国王听到，感觉足感动。真正真感动。原来我虽然心为国王，我干那呢有一个人的头啊，人的心啊，我竟然呢无法度通甲这个生命，甲其他的生命呢安尼连上在一起，干那顾我家己的心。顾我私人、私己所爱、喜乐，无去想到别人的痛苦，所以我实在是真见笑。空有人心，虽然你是鹿啊，其实呢是鹿头，鹿的身躯，确实呢是人的心嘛。我真正真忏悔，啊，我嘛是真忏悔，我不如一只鹿啊！所以因为安尼，开始呢，
下命令落去，从今仔日开始，不但不杀，还搁在保护啊，整个山林呢，所有的动物野兽。咱把这个故事提来伫现在呢，咱伫咧讲，会当再改无？哪怕是一天，哪怕是三天，哪怕是一个月呢？那真正是功德无量，好亲像呢，一个大厦的天下，使令一切的众生呢，都会当通延寿自由啊！这功德偌大呢？功德就是福。真多的福自我来呢，那一切的灾难都会消除啦。所以人啊，就是因为辛苦，心有贪念嘛，所以心呢就是做了善业。咱那一当，唔知不杀啦。够一旦放心，那这就是叫做善。不杀是干那修改呢？定修改也无够，咱爱搁在为善，所以不但不杀，爱搁在好心啊。这叫做心，一直行一善呀。那不但不偷盗。因为咱的心念起一个贪心嘛，所以呢，就是啊，唔肯修持迄个清贫，或者是呢，咱的心无好好观察，那咱的赌啊、赌啊、啉酒啊、跋筊啊、吸毒啊等等，这呢？就会变成了不得不偷、不得不抢，这种的案件多啊。所以偷盗拢是伫咱的习气烦恼，咱若去摸到歹的习气啦，这种的烦恼呢，自然咱的身躯呢，都会去做这个代志。所以咱做人必定呢，爱守好规矩。咱若守好规矩呢，生活是足简单的啊，三顿饭啊，有厝住啊，那衣食住，会当用偌济呢？唔免偌济，所以呢，会当老守在清贫嘛。甚至有的人贫中致富，也过会当老去布施啊，咱看。做这人啊，不是人人拢真富有呢。生活上，有的人真辛苦，做工打拼，但是伊也要过布施呢，因为也要过在月月付出，身体力行，环保等等，世代志业，多一人伊做无到呢。主祭人啊，有的人是富中致富，不是；有的人呢是贫中致富，伊会当好修得清贫，伊会当富有爱心去付出帮助人，这呢又是个一个善，所以不但不烦，不但只是修，他还搁在呢积极。为善布施，那淫淫啊，就是啊，男女啊，不过咱世间啊，人间多啊，都有家庭嘛，一夫一妻啊，一个家庭，这是足正常的啦。但是呢，咱人啊，有当时阵贪色。昔日头上一支刀啊，真正呢，
伊伤害了咱的慧命，所以不但不邪淫，会当通好好修好呢人生的轨迹，安尼呢身心清净啊，这又是个一个善，所以心会当行善善呐，地善恶行善善呐。不妄言，不奇异，不良色，咱也可以当用咱的口呢来说话。听到的好代志嘛，讲给大家人听。人甲人的中间感情无好，咱来替伊呢做桥梁。那等等，所以咱的志工啊，那去病院呢，拢讲吼。阮有四宝：嘴爱甜，面爱笑，腰爱软，脚手爱勤快。是啊，嘴爱甜，唔是奇异哦，就是呢，用轻柔软语啊。病来到病院的人，拢嘛是心真慌、真惊、真烦恼。咱那是啊。用较好嘴者，咱呢用咱的智慧，经过咱的口舌，会当安抚伊的心。所以这个口啊，有四恶，四恶低调呢，搁较积极呢，就是素善。就是七善呐，内心呢，咱来知影，一切拢总是将烦恼、将心气啊、贪嗔痴这三项，就是内心的三毒啊，各位，十恶，那气敌啦，对吧？咱都不犯规则，做人的规则。啊，咱哪会当不但不烦呐？咱搁在积极去做，那就是十善呐。所以十善就是感人天的报。实说咱那是十恶啦，或者是犯了五戒十恶，或者是五业等等。就是众人天犯，修魔界，对当头保持人心啊！咱啊，想要去更加有福，去向天堂去，那为十善。啊，咱来当拢十善五戒安尼合我来呢，建构在一份的发心，那么咱就会当出世间道，这叫做善法啦。善法，咱会当出世间道。不过呢，咱那是善法，活来了，咱的心呐、啊，常常执着地讲，
我是会做善的人呢，我嘛修五戒啊，我嘛行十善啊，我会当去救人啊。哦，安尼呢，我那是同款的一种的境界，就是善法呢，种出世间道。作为菩萨，师父不是听那个大家人讲过，付出无所求，还要感恩。那这就是讲。感恩哦，那不是因呢？那有咱呢？会当做善事的机会呢？咱做善事，行前脚，放后脚，咱的心唔通定来去执着讲哦，我是会救人的人，我是已经做偌济好事啦，我哪会安呢？得到的拢是不如意，唔好安尼想，咱若安尼想呢，做好代志啦。就真容易呢，消掉去。咱应该呢，爱做一种付出是无所求，哪怕呢是一杯水，人嘛足甲咱感恩的啊。哪怕是一顿饭呢，其实咱嘛爱足感恩的啊。总讲一句，唔通想讲，迄个心内诶，迄个万呐。五万的心，我会做好事。那这个五万心气啦，都消掉了精明呢。咱五戒实现，那一定呢，就会去障碍。障碍咱要出世行菩萨道的法，所以咱学佛都要好好，把咱的心顾好以后。讲起来呢，烦恼真多啊，微细的代志足多呢。那么咱呢，则都爱好好关紧了咱的心门。当然啦、啊，关心门啊，嘛都爱先把咱周围的烦恼拢清除了后，那这道的心门呢，则会当关得密。心门关密来呢，则会当真正。烦恼呢，就袂过来染着咱的心，希望咱的心不染尘啊！那这就是咱学佛呢上重要。